开车去吃。你脚踏车没有位置给我坐呀？有啊，在这里。坐哪里呀？这里呀、啊。后面给我坐，可是我坐上去你骑不动耶。哦，那我们坐爸比的车子好吧？好啊。爸比的车子最超酷耶。那怎么开出来呢？自己转起来，玉禾那是别人家。